我叫赖飞克，来自巴基斯坦。2017年香蕉大毕业以后，来到中车厨具，现在在中车厨具清洁事业部做电气工程专业工程师，做电气工程师。画面中这位32岁的腼腆大男孩是中国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外籍工程师。从小便喜欢看功夫片的他，对中国这个友邻有着很强的好奇感。当得知有机会到中国留学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并于2010年来到西北工业大学就读。本科毕业后，拉菲克汗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。在西安，他不仅学业有成，还收获了爱情和家庭。随着湖南株洲研发的轨道交通装备成为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代表作，加之湖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交流合作机会，2017年已经在西安安家的拉菲克汗被专业对口的中车株机吸引到湖南，成为一名城轨电气工程师。中国级别高的比较好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能给国家介绍一些这个transportation 的这个就是这个目的，还有它的一些就是怎么说，对，技术。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对语言的使用以及各地方言的差异，初来乍到的他还闹出了不少笑话，但这反而让他爱上了湖南方言，自己还学会了几句。有一次我在忘记了那个绑线的那个卡，然后我就叫那个阿姨，然后我说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卡，打开不了那个门，然后他给我讲那个本地的话，就说那怎么搞的嘞，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怎么搞的嘞，这个到现在我就耳朵里面会声音就这样的，我非常想听。拉菲克汗说，选择到湖南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，这里给前来逐梦的外国人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，同事们非常友好，会教他快速理解中文语句所表述的意思，对自己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他和同事们就像兄弟一样齐心工作。我刚开始就来这边的饭比较辣，不太习惯，对，现在都已经4年了，现在感觉到饭里面没有辣，感觉到没有味儿。到中车株机工作至今，拉菲克汗先后参与到南宁地铁3号线、上海地铁16号线、昆明长水有轨电车以及武汉地铁16号线项目中，亲历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。期间，由中车株机负责的其祖国巴基斯坦首条地铁线路项目也开通运营。拉菲克汗说，尽管未能参与到该项目中，但未来中车株机与巴基斯坦将有更多的合作机会，他计划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与中文沟通能力，更多的参与中车株机与巴基斯坦的合作项目。巴基斯坦已经开始跟中国合作了，然后巴基斯坦的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2050年、到巴基斯坦的这个 transportation换成60%，就是来这个电力的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对具有这个